是桂林了，到桂林了啊！哎，柱子，还放手吗？老爷，我想家，我想我爷爷。柱子，当初来的时候可是一哭着喊着要来的。 这眼看要到桂林了，拿着说回去就回去啊！接着住，柱子，到了桂林给你找个郎中，吃几副药就好了。到了罗城啊，你就不想回去了。加油，加把劲儿，上坡走，走，来了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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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黑子，你这怎么还哭了呢？我知道你累。 你们找谁？啊，这位是今年朝廷选官选到罗城县的知县于成龙，于大人，他要拜见你们府台大人，在下柳继阳，于大人的师爷。好，你们二位随我进去。禀报府台大人。 于大人，你给我来一下。是。于大人45岁了吧？是。啊，有些事情啊。 我想跟你说清楚，福台大人，请讲。这罗城县是咱们广西最边远的燕帐之地，就在前三年，也就是顺治16年，那里的战争才刚刚平息。下官在来广西之前，已经了解了。哦，了解就好，了解就好。但是于大人。 有些事情，你不一定完全了解。
罗成县这两年连续派了2位知县，第一位知县上任的不到第二天，他就跑了，不干了，什么功名利禄仕途都不要，回家了，不干了。后来我们赶紧派去第2位知县，哎，这第2位知县呐，上任不到2个月。 也跑了，啊不不，他都没跑，叫人给杀了，就杀死在罗成县衙的大堂里。什么人如此大胆，敢杀朝廷命官？是啊，说这件事情，这正是我要跟你说的。于大人，你看，这是罗成知县的大印，这是我早已经给你准备好的七品官服。 这2样东西，你现在就可以把它领走。但是，我想你在领走以前，咱们之间应该有个约定啊。不知府台大人与下官有何约定？第一，如果你愿意到罗城去赴任，绝对不能像第1个知县那样，与皇命而不顾，把一个县扔在那儿，自个儿跑了。 第二呢？第二，只要你活着，你就在罗城县给我干满3年的边俸。你今年不是45吗？哎，你就干到48，我不要求你做什么大事啊，你只要在罗城待满3年，我就上报朝廷，马上就提拔调任你到好的地方去。 只要是在广西这一带，任何府州县，甚至学府衙门，你都可以挑，你都可以选，你都可以去。怎么样？哎，我不要求你现在回答我，你可以在桂林这个地方好好休息几天，好好想一想。等你想好了，你再回答我。 是去，还是不去？府台大人，下官不需要在桂林休息，你的约定我应了。府台大人，我还可以告诉你，我于成龙不但不会跑，不会死，而且绝不会只待3年。 龙王，幸好你家客栈我运气真好，不然今天晚上真不知道怎么过。是啊，清水客店。爷，哎，你们先等一下，我和静儿进去看看。哎，好的。 二位客官，店家，哎，我们今天晚上就在你们这儿投宿了。那感情好，好，好，二位客官一路辛苦了，是不是还没有吃饭？要是没吃，我给你们做。好，我们不是2个人，是6个人，多坐点。6个人，没问题。这位客官，一看您就是当家的，虽然你们来照顾我生意，不过有些话我还是说在前头。 你说，我们这儿呢，店钱一个人是20文，虽说这店钱呢贵了点，可是饭白吃，您看怎么样？好，20文就20文吧。荒山野岭的开店不容易。这位客官，你人真好。那可就谢谢了。啊，进来，把东西卸了。好嘞，来，做饭去。好。 在这个地方能找个住的地方，真是老天开眼了。雨林，华清，车上别留东西，能搬的都搬到客店里来。哎，好的，行。
各位客官来了啊！哎，那边有草料啊，叶，你可以给这牲口吃啊，不收钱。来，咱们把这些东西卸了吧。来，你们先，你们先。好。来，到西屋就行。来，各位客官，来，吃好啊！雨林哥，快点啊，发广告啊！ 来，雨林，你先来。哎，别，雨先生，你先来。快吃吧，饿了一天了。嗯，饭好了。嗯，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胃口。嗯，合胃口，合胃口。要是觉得好吃，你们就多吃点。王明娘，你手艺可真好。哎，谢谢。哎，我看你啊，这胃口也不错呀，啊。 老爷，您再睡会儿吧，我去给黑爷岛添些草料，再喂些水。去吧，我们也起来了。哎，睡得怎么样？啊，擦把脸吧。老爷。 出事儿了，出事儿了，出什么事儿？咱们的驴跟车都不见了，快问问店家！哎哎，老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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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店家跑了，店家跑了，咱们上当了。 我的黑子，也不知道他们把我的黑子弄哪儿去了。老爷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好。玉林，我要是半夜起来给黑子添水添料，黑子就不会丢。玉林，这不能怪你。行了，玉林，说什么也没用了。哎，成龙啊，咱们还有这么多东西呢，你看怎么办吧？黑子丢了。 我老爷做什么呀？我去找他们，就是搭上我这条性命。我要把黑子找回来。玉林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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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去。玉林，这么大的房子，肯定不是他们两个人的。你到哪里去找他们呀？
唐龙，看看老水。